哎，大家晚上好哦。今天是8月23号的晚上，星期一。本来今天我们是不会有直播，因为我们的固定直播是星期天跟星期三嘛。星期天是我个人跟大家分享分析我自己看法，对时事课题看法的正式直播。然后星期三是翱翔会客室的直播，我们会邀请政治人物跟非政治人物来分享一些他们的争议、他们的看法，或者是分享他们的知识。这一期的翱翔会客室本来是上个星期三要播出的。但因为上个星期三大家都知道发生了政治的大地震、大动荡哦。拜三刚好就是元首给大家的 deadline， 这天之前四点，这天的四点你们就要提呈上人选。所以我们上个星期三的嘉宾 YB 王宏俊君 Wong 也非常的忙碌哦，因为他是其中一个要诀里面的其中一个主要政治人物。我们都知道民进党小 B 一在那个时候也积极的在运营哦，所以 YB 也很忙，所以我们就延迟了我们的直播到今天。当然现在证据已经尘埃落定了，我相信 YB 有很多东西可以跟我们讲，所以今天就是 YB 王宏俊第二次上来我们的翱翔会客室，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非常多人哦，现在刚开始已经3000位读友在线了，呼吁读友们点赞分享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动动你的手指支持一下。好，在进入我们正式的会客室把嘉宾邀请上来之前，当然先要短短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赞助商。我们的赞助商就是 Baby Plus 音律胎教仪哦，就是这样一个 Baby Plus， 它的盒子是这样子的，这个是科学胎教啊。如果你朋友怀孕，你老婆怀孕，你家人有怀孕的话，只要超过18个月就可以带这个胎教仪放在肚子。这个是美国专利品牌哦，所以它是有专利认证，它有专门设计可以激发孩子的听觉、视觉跟他的神经线，促进他的成长，促进他的发展。我自己，我老婆也有用哦，我自己也觉得我小儿子比大儿子好像比较讨顾一点，当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胎教仪的功劳可能是心理作用哦，但要推广给大家。但是大家要知道哦，市面上有很多假的，包括它的颜色是蓝色的，都是假的哦。所以Baby Plus 唯一在马来西亚只有一个代理，就是 Baby Plus Malaysia。你去 Shopee 去 Lazada 买哦，有其他的，其实它不是代理，很可能是假的所以大家要小心啦，毕竟这个是给还未成型的胎儿使用的，所以大家要认清 Baby Plus Malaysia 才购买。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联络010-379-0007。好，我们介绍完之后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读友请告诉我声音还可以吗？声音还可以吗？给我知道声音。好，18周不是18个月我刚才讲错。好，刚刚看 YB 的镜头好像关了现在应该可以了。那 YB 你给我一个手势，你准备好了吗？ OK 吗？ YB OK 吗？你给我一个手势，可以我就要把你邀请上来了还没有，还没有那我先跟大家聊天一下。YB 那边还没有好 ，YB 你可以了，你打一个 OK 的手势给我所以 YB 那边还有一点事情要准备一下要准备一下。我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声音还可以吗？声音还可以吗？声音 OK， 好，那就好声音 OK， 我们就等 YB 你好了吗？好了 ，YB 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邀请我们这次的重量级嘉宾，他是我们第17翱翔会客室的来宾，也是我们第一位两次上翱翔会客室的。我们翱翔会客室今天是第16集，但是我们是第一次邀请同一个人回来。为什么会邀请 YB 王宏俊回来？他是瓦利善民兴党的副主席，也是非土著非土著最高阶的领袖，他也是创党民兴党的其中一员，他的民兴党里面的党员证是00004号的第四位党员，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他在党内的资历有多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再次邀请他上来，因为我们都知道上个礼拜 Shafi'i 是其中一个首相人选甚至谣传已经拉到很多人了，所以我们这次就邀请 YB 上来跟大家谈三个方面的情况：沙巴的政局、联邦政变
跟民进党的愿景，你到底要走什么路哦？要 YB 开诚布公的来跟我们说。现在就邀请 YB 王宏俊上来。YB 你好，你好，哎，看不到，看到我吗？看到看到看到，已经四千位读友在线了。YB 好像憔悴很多哦，跟我们上一次看你是不是这几天都很忙碌啊？比较没有什么睡到觉啊，最近比较忙一点。是是是，真的看得出你有比较憔悴一点哦，所以也可想而知啦，你要运筹帷幄哦。所以 YB 跟我们的观众打一声招呼，现在已经破四千人在线了。好，大家各位好，谢谢你们支持我们的这个讲座啊，谢谢伟翔带我们再次邀请我来到这边分享一下，所以谢谢你们。我们正式开始之前呼吁读友点赞分享跟 subscribe、哦、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直播。而我们今天的讲题会分成三个大部分、哦、都是我问 YB 王宏俊答，然后会分成三个大部分，第一个是沙巴局势，第二个是联邦政变，就是上个礼拜的政变，还有第三个是民进党的愿景。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沙巴州的局势啊。沙巴州的局势第一个要问 YB 的、哦、是民进党跟盟友阿哥的关系是不是有生变啊？我们看阿哥之前自己跑来跟西蒙联署了一个声明哦，联署了一个声明，就是拒绝穆尤丁。当时瓦利山是没有在这个声明里面，瓦利山最后迟一些自己才发出声明。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我就会觉得是不是跟阿哥的关系有生变 ？YB 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嘛？到底是什么情况？OK， 没有啊，没有。我们跟阿波的关系有没有政变？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那始终最后我们的方向是一样的嘛，所以是我觉得在沙巴 的情况呢，没有跟阿波的关系是没有影响啦，只是说，要以实力来分配那席位啦。这要明白，上一届出来打的席位已经是打了这么多席位都不能胜了，所以这次我们要 realistic 啦，比较现实，然后比较practical 的去看这个问题，能够胜 的候选人，能够胜的选区，我们才会去讨论的。不过关系在盟党关系 的这个关系是没有变的，没有改变。那 YB 跟 UP 哥，其实你们有没有一个像类似西盟这样子会有一个主席理事会，每次来开会商讨政局，我们要统一方向，然后一起面对，还是大家都是各自为政，只是大选的时候我们才来谈席位，是这样子吗？还是有一个联盟？我们经常都会有这个，以我们的老板就是以我们的 president 啊，就是我们主席都是 Shafi 来主持的一个会议，久不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会议，都是跟几个他们的党的领袖啊，党的那头去开会的，也没有讲，也没有 formal 的一个airlines 啊，或者一个 council。 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不是 PH Plus 嘛，我们只是 PH， 现在我们也可能是 PH Minus， 所以我们还算是自己独立的一个政党，所以我们没有一个 former 的一个 coalition 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council， 这样就没有。不过我们到时间有这样的必要，我们就会跟大家商讨，然后讨论一下最新的那个时事跟我们最新的那个政治的那个策略，然后怎样面对下一个选举这样。那议席分配是已经开始了吗？ YB 一直强调要看实力，谁有胜算就让谁上，那已经开始议席谈判了吗？就沙巴吗？没有。对，沙巴还没有。因为现在政局是在改变嘛，而且对我们来讲呢，我觉得现在就算是 Ismail Sabri 坐上去了之后其实他的情况跟穆尤丁在政的时候在职位的时候是一样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了，所以他只是换了一个首相，所以是想换了一个首相，这样他的那个机构会不会稳住？不会稳的。那他们还会不会打架？肯定会。那他们会不会吵架？肯定会。下一届选举他们会不会对打？肯定会。所以是这样，在这样的政局前面都是很 fluid 啦，什么时候都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不认为有太大的改变了，只是遗憾的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改变，没有看到我们人民想看待的那个改变呢，这样子。等一下我们会深入谈这个部分哦。现在我们谈一下沙巴。YB 在穆尤丁辞职之前巫统撤回了对土团的支持嘛？我们都知道土团跟巫统是沙巴两个最大的政党，执政党里面最大的政党，不要算民进党哦。然后在巫统撤回对土团支持的时候，我很多民进党的网专业包括 YB 自己都有发贴文暗示沙巴会迎来改变，大家做好准备。所以当时
给人的感觉是民进党可以半路夺回沙巴州的政权，其实是真的这样子吗？还是只是为了造势发一个贴文来让支持者有信心，还是当时真的有这样子的举动？谢谢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啊，肯定是有这样的事情，肯定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就是靠我们民进党今天要走向什么方向？因为如果我们讲，如果我们要拿回政权的话，其实在乌统跟穆尤丁就是沙杜吵架的时候啊，他们都 offer 我们有的。如果我们要拿回我们沙巴政权的话，其实我们跟乌统合作就能拿回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沙巴的人都知道了。可是我们的立场保持不定了，我们是保持坚定，我们觉得我们不要。我们不想再不没有必要，或者是非常的时候，是我们其实都不要考虑。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有考虑要跟乌腾合作啊，这还是我们的立场。所以，我的那个贴的那我发的那个贴的那个预言，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西马有很大的机会能够改变，大概人民想看见的那个改变。所以，当然，如果在西马的这个政府真的是被换掉的话，拉穆已经下台，然后是新的一个。西蒙或者是新的一个上台了，西蒙呀，应该是西蒙啦，就是讲 PH 的上台，不管是谁啦，那么肯定会为沙巴带来马上就改变，不是讲要改变就明天就变了，所以这个是遗憾的地方啊。那 YB 我想问你啊，你讲 YB， 后面我们还是继续奋斗来，是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并没有放弃这个情况，因为改变还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的目前的局面跟我们之前。穆尤丁目前局面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改变的。就是跟因为国盟像 YB 刚才说，其实只是换了一个首相，国盟还是国盟，国盟还是跟乌统合作。那其实 YB 我们都知道，邦莫旦就是现在的沙巴副首席部长，乌统的主席，他其实是其中一个撤回对土团首相穆尤丁支持的大将之一哦，他高调的撤回，也是最早签信讲要撤回支持的。邦莫旦这一个举动有没有引致沙巴团结党的沙巴土团党的不满？因为我们看沙巴土团党很安静哦，好像根本就跟联邦的土团党没有关系的。联邦土团党被推翻了，邦莫旦做这样子的事情，他的盟友首长哈吉金诺也没有说什么话，也没有说你不可以背叛我们。到底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还是沙巴的土团党其实是完全独立的哦？到底是怎么情况？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身在当中所看到的，没有独立了。事实上就是说，他们不是独立，只是说他们一直睡不着觉，因为他们担心西马一倒台，他们也跟着倒，那是一个很切实的事情的。那么布姆达想要做 CM 的位置在沙巴，我看每个人都知道的，全部人都懂，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他都想做这个位置，只是他在那时候当时因为PN 做政府，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的关系一路来都是不良好的，他想做CM， 后来做不到 CM， 本来他是答应被 JKR 差点被丢去 Bromahan， 然后他就高调的吵要退出那个团体，然后过后又再给回 JKR 这样子的那种情况是其实沙巴人都很清楚很清晰的，他们的关系没有良好，那么到现在为止他有没有动作想要把哈吉换掉？肯定有，只是说需要我们的配合了，所以我们。没有打算参与在里面，我们没有打算参与在任何的这个动作里面，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还是保持在我们现在的立场，所以那关系不是说因为中央换了不换了，而是他们一直的关系都不是最良好的，所以他一直都没有什么讲话。在我们沙巴这里，邦莫旦是最比较强势的那一个，明白，那跟沙巴团结党的关系呢？沙巴团结党好像一直是。立场最不稳定的哦，一直放风声要跟民进党合作了，然后他要做首长，只要你们让首长给他就可以。他一直放这样子的消息出来啊，包括我一直都有 follow 这些各政党的专业，包括沙巴政党哦，沙巴团结党到底在搞什么事情？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来找过民进党说给我做 CM， 我支持你们，我们一起来组一个政府？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吗？而且沙巴团结党我们都知道哦，是最著名的，我在这里讲事实了哦，最著名的青蛙政党啊，所有人都知道跳了非常非常的多次，所以也不奇怪。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他们一直在模棱两可的找机会，有没有接触过民进党？接触过民进党是绝对有的事情了，不过我们他跟我们讨要做 CM 的位置，我没有听过了。
我没有所听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民进党立场是很坚定的，我们的 red line 是沙巴，如果我们沙巴打不回，我们是不会考虑跟任何人合作，我们等下个选举地方啊，这样，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没有考虑过给，就是我们跟你合作，你做 CM， 我们拿回政府，我们没有要拿回权力到这样 desperate 了，我们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没有做这个举动。那他跟我们讨论啊，拿回政府是，有这样的事情，不过也没有很确实的那个deal 啦，这样讲，真正是谈到就是说要怎样啊，一起啊合作啊，那种都是有谈到，只是说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很小心团结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沙巴人呢，不是我们罢了的，沙巴人的心都很清楚的知道，或者先相信，或者是怀疑，其实团结党今天还是穆沙阿曼在背后啊这个控制的，所以当我们要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到这一点的，啊，我们都是很小心，所以。嗯，有谈到，不过如果你问我了团结党，如果你问我了，我个人认为呢，他们是谁做政府，他们就跟着了，啊，是谁有本事做政府，中央一倒他就跳了，中央一换政府，这边沙巴一换他也是跟着换的，所以这是我对他们的立场的看法了，嗯，这样子，嗯。所以从 YB 现刚才的谈话来讲，其实现在又回到 status quo 了哦，可以说沙巴的国门政府已经又稳定了，所以不会，我们也不能够期待有什么变天，有什么半路变天变阶段。不像说了，它可以有变天，不过它不是我们做政，它不是我们做政府，或者想如果做政府，它不是我们做首长这样的讲了，不是我们去主导。那么如果我们愿意参与，在现在沙巴想要变的那个政治里边，这样它就可能会有改变，因为我们的始终是有三十几个席位在我们的手，所以。我们是绝对能够左右现在沙巴的局势，不过我们没有这样的意思了。他们的事情，他们家的事情是他们的事情嘛，所以我们没有打算去介入去做那种 busybody 啊，这去理人家事情，我们没有打算做这件事情。所以听 YB 这样说，是只要他们可以follow 瓦利山的标准，瓦利山的 principle， 你们才来跟我们谈。如果是要渗透到你们里面来给你们鬼打鬼，或者是要我加入你们来支持你们，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可以这样说吗 ？YB， 我帮你小总结一下。因为他们第一次的和第一次的 offer 啊，就是要我们进去啊，他曾经 offer 过我们 DBM， 也跟我们讲沙巴给我们。那个时候很早期了，就是他们那时候还在找不到号码，在阿米利也没有啊表态要支持谁的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有跟我们讲。不过他要我们加入 PN 啊，还有一个条件，他要我们第一个条件就是他不要我们跟行动党在一起，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他要我们跟行动党切断关系了。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我们加入啊国门 PN 呐、啊，那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如果你要我们加入 PN 呐、啊，那我们是不会接受了。明白，嗯。我相信全马人民，包括沙巴人民也不会接受了、哦、如果加入进去，又变成大家一起来去。加入就是当时我们跟 BN 没有分别的，我们就是我们跟 BN 合作也没分别，就成为他起了一个恐怖的。所以这不是我们创出民进党的这个理念。我们希望沙巴能够做得好，当然沙巴自己自立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帮到马来西亚带来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嗯，所以要我们牺牲这个，我们是不会要牺牲我们的对为人民的奋斗，这个我们不会做了。哦、我没有 desperate 到这种程度了，明白、哦、所以、其实 YB 刚才也爆了一些料给大家、哦、就是确实有这样子的接触，这样子的 offer， 但是民进党拒绝、啊、有的、嗯、不过他们没有跟我们讲他们要做 CM 啦、嗯、这个好像没有了，我真的也没听过、啊、明白、哦、那这个是以讹传讹了，可能是就是要给他们 CM 的情况。那沙巴我们就谈到这里哦，如果有沙巴的朋友或者是有读友有问题想要问，底下最后我们有 Q&A 的 section 哦。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我相信是最多的期待的环节啊，就是上个礼拜联邦政变的情况，瓦利山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哦，沙菲伊到底是不是真的拉到人，现在我们就要进入这一部分，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在那之前呼吁读友们点赞这个直播，分享这个直播，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现在已经6300多人了、哦、是我们翱翔会客室的最高纪录。上次 YB 王宏俊上来我记得是2000多人罢了、哦、翱翔会客室现在多了3倍 YB， 所以大家都想听你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哦、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二 part 联邦政变。YB 第一个问题，这次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在努力拉人，包括谣传 Shafi'i 有拉到人，
拉到阿兹敏的。沙菲自己后来也有透露一点口风哦，说以前巫统的，然后以前土团的，然后阿兹敏的，甚至 GPS 都有答应哦，但是要他做首相，过后被拒绝了。以你的所知，我相信应该有参与到拉人的行动里面哦。这个事情是真的吗？然后你们具体到底接洽了谁，开了什么条件？是绝对有这样的事情了，这是事实来的，所以我们觉得很遗憾呢。在这件事情里，我们真的觉得很遗憾，因为有很多件遗憾的事情了。拉到反正是没，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简单点讲，以我们的主席啊，就是我们的都是 Shafi 啦，他在就是讲整个马来西亚政局啊，尤其是巫统里面啊，能够爬到第三高位的人，然后再加上今天的人还是。就算他这么高的位置，他的人到今天还是这么的低调，还是这么的 humble， 是其实很多人都愿意跟他合作的，很多人都喜欢他，所以就包括今天团结党跟我们谈，也是因为是他。如果相信不是他，可能就谈不通。所以是就是因为是他的关系，所以很多人都愿意跟我们的事实。所以上次我也跟你们讲过了嘛，你记得你问过我们吗？我记得你上次问过我说，为什么我们民进党不支持？安华或者是 PH， 所以他们拿不回政府。所以我就告诉你们了，不是这个，这不是事实。事实不是我不管我们支不支持的，因为他根本没那个号码，而这是我们很确实知道的事情。我们确实知道，不，我们不能够透露这么多。不，我可以跟你讲，我们知道他没这个号码。不过他就是告诉你了，他有这个号码。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在 Palace 的时候，就是元首召见 before 我们 submit SD 的这个环节。那么第一次见的时候，我们的人在门口跟我们老板在外面遇到，他就虽然的话，他也是告诉我们他有七张票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真的没什么明白，因为其实我们手上有六张票，我所知道的是，我们手上有六至张少票六是六张了，六张是不包括 Sarawak，六张是不包括 Sarawak，因为有六张票了，就可是不是阿兹敏了，不是阿兹敏，不过有六张票。他们愿意给我们的老板呐、啊，然后可是一定要是我们的老板呐、啊，他一定要是我们的老板。那么沙拉越很，他已经跟我们谈，为什么我们的就是说沙菲他能够在他敢出报纸讲，很遗憾的，沙拉越不支持我做首相，他敢讲出这句话，为什么？因为肯定他们是有谈过，已经讲过这些事情了。如果不是的话，沙拉越可以大可以讲，我是不支持你啊，我要支持 PM。我们也咬他不到的，我们也没有办法的嘛，那是他选择嘛，对不对？干嘛？他为什么会回应讲我怎么样支持你，都不是你的名字，他们都不是提成你的名，我怎样支持你？所以这个两个，他先讲你不支持我，过后他回应你讲我怎样支持你，你的名字没在那边，就这个两个就可以看到很清楚。其实看里面他们其实谈了很多事情了，谈了很多事情，包括他想要跟我们一起，不过呢，他不要支持就是 PH，因为他们不喜欢行动党，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了。我觉得我也不要去解释或者是讲什么了。总之，他们是很不喜欢行动党，虽然不想，所以我们的老板就有说服他们，不用担心他们的，你看我就好了，你支持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会好好的去管理了这一代事情了。所以他们就答应了的，肯给我们的老板可是，在那一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很遗憾的就是，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杜瑞安华会去做一个 press conference，然后去告诉人家，就是我们在拉住票的时候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突然间他不是做一个 press conference 哦，我有这样的票了，我这样投票，这个人这样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样的人，他去做这个举动，所以他做了这个举动，然后之后这些人就走到完了，这些人就走到，就有六张票已经交了给我们老板的票，也打给我们老板，这是很确实的事情。他打给我们老板，跟我们老板讲这个 SD 你丢掉他了，因为他跟我们老板的关系很好，他知道我们老板是个很有原则的人呢。如果他讲他不要，我们老板绝对不会逼他，所以他就打电话跟我们老板讲，这个你的 SD 帮我拿，这个我们的 SD 丢掉他了，当我们没有签过。他讲为什么你们不是支持我？他讲现在我们是支持你，可是现在不是你上啊，问题不是你的名字啊，所以我们要怎样去支持你？所以我们如果是安华，我们不要。所以他们全部就撤回，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很清楚的知道，安华可能真的没有这些票，可是我们也
不敢讲他没有票，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票是谁。不知道，确实，他没有讲出来那票是谁，他讲他有七张票，不过他没有讲是谁，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讲到底是不是他。可是我们很奇怪的，让我们一直不能够明白的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在打住仗，我们跟对面打仗，我们为什么要跟对方讲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举动？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 palace， 直接跟去皇宫，直接跟阿公讲就算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 person？ 为什么我们要跟人家讲我们的策略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举动？我们真的不明白。可是这个举动就导致沙老爷啊，全部种就跑掉了，退出去了，他们就跑掉了。在那个时候，我们老板就打电话跟我们讲，他就打电话跟我讲，可能真的是没有这个机会有了，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没有这一个机会。那时候我们老板也突然间，他一直都是很有希望在做这件事情，然后突然间他的感觉就觉得，可能真的做不到这件事情了。这样，他就因为我跟我们老板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直说的了，所以他就很坦然的跟我讲，可能我们真的这次做不到这件事情。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啊，你讲 YB。所以在这一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我们是很彷徨的。为什么呢？我们真的很彷徨。你看啊，我们大可以像沙老爷这样，其实我们沙巴跟西马的政治不一样，我们大可以像沙老爷一样，因为这一次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讲政府要倒台或者是我们讲要换，而是元首已经介入这件事情，他的劝告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要团结，要远离高门，而且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去打架好了，不好意思啊 ，excuse me， 我们不要去打架了，我们要我们的叫做什么？我们要团结起来去抗疫这个疫情，然后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经济，所以在以这样的一个原则下面，其实啊，我们大可以站在中间，我们大可以站在中间而说我们不。我们不拒绝的，我们不拒绝跟谁合作，就是说谁能够做到这个这件阿公劝的这些事情呢，我们都能够跟他合作。那我们大可以叫 PH 拿出这个号码先，就是说你的号码拿出来，如果你有那号码，我们绝对支持你。不过你先拿出来这个号码，你有没有这个号码？这样，其实我们大可以做这个举动，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做，因为我们这样做，可能西马的朋友不会了解我们，不过呢，沙巴的朋友是绝对明白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的。所以现在很 mixed 的这个 feeling 是很 mixed 的，因为现在很多沙巴的人，甚至我们沙巴自己的 YB， 很多人呢就是对我们的老板做的这个举动有点的不明白，他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呢？为什么我们不想沙巴想呢？然后到我们的老板呢，他就是想到这个情况换掉马来西亚，远远比我们在沙巴拿回政权更重要，所以是这个是他的决定，我们当然尊重了。我们当然也会跟着我们老板跑，我也不觉得有对错的，就是说你的决定是马来西亚先还是沙巴先，讲不了的，你的决定是觉得我要沙巴先，我大可以站在 crossroad 那边中间停下来，我不要去走那条路，我只是讲两边我都能跑，这样。可是如果我们的立场是说我们要马来西亚先，而且我们是觉得，就是我们上次我也跟你讲过了，我们的原则就是觉得这一次的选举啦，毕竟人民的票跟 mandate 是交给了 PH， 所以在以这一个立场啊，我们是觉得我们很难背叛人民的这一个立场，然后走去隔壁那边讲合作，虽然是有很多理由给我们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自私一点，为沙巴呢，其实我们大可这样做，可是我们的 Shafi 没有这样子做了，对 Shafi 真的没有这样子做，所以他也已经拿出了诚意。跟他为马来西亚牺牲的这一个贡献，所以我希望大家是能够看到他的这个诚恳跟他这个为马来西亚跟奋斗的这份心。是 YB 刚刚我补充一下 YB 说的， YB 刚刚说 GPS 有讲都不是 Shafi'i 你做首相我们怎样支持你，这样讲的人是 GPS 在政府里面做高级部长工程部长的法迪拉，大家可以去找新闻，法迪拉有这样子讲，所以也侧面印证YB 刚才所说，沙比伊所说的，他确实有拉到人。因为很简单的嘛，就是韦翔，如果我跟你没有谈过这件事情，我怎样可以讲？韦翔，可遗憾的，韦翔不要支持我，我那里可以跟你讲这句话？
我不支持不是不支持，那没有错的吗？我喜欢支持谁是我的事情，对不对？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为什么我敢讲呢？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跟你有谈论过这问题，你曾经答应过我要支持我，可是你没有做到这件事情，那你的理由就告诉我我要怎样支持你，你的名字没有被提名吗？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觉得很遗憾，真的很遗憾。为什么？因为我讲真话了，我们机会全心，我们全心全力走向这个位置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心里很坚信民进党会提成两个名字，我们真的很坚信。就算是我们讲了一直以来跟安华不干的老马，他也没有出声了，他也是交给沙菲去主导这件事情，沙菲去决定，对，他也交给沙菲去主导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事情我们的老板是做了很多的功夫在这件事情里面，然后他的心里也是相信将会被提名两个名字，可是最后遗憾的就是他的名字没有被提到了。当然有人愿意相信他是自动放弃的，可是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相信这件事情就是很奇怪很奇妙了，是因为你想首相能够做首相谁不想，那么以他的能力他做首相他能够为马来西亚跟整个马来西亚他带来什么改变，他其实心里非常的清楚，所以他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是很可惜的，很可惜了，种种事情发生没有发生到这样。YB真的我们都很遗憾哦，而且听你刚才这样子讲，其实你刚才也说嘛，你不明白为什么安华突然要这样子来宣布，来破坏本来已经谈成的东西，把你们拉到的票全部都吓跑，因为你拉来的人是不能够接受安华的。哦，因为如果他有标，他也不用讲出来的吗？是，不需要讲出来吗？你直接去皇宫给阿公看不就算了咯？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举动？啊，这个问题我真的也真的不明白了，我很难。是，而且你讲出来，穆尤丁他们会拉人啊，沙比里也会拉人啊，他肯定会再来算谁有可能是跑票的。但是 YB， 我想问你哦，普通人遇到这样子搞破坏，我们先不要说安华背叛了哦，安华是不是背叛，是不是鬼，我们不要下定论。但他这个行为肯定是搞破坏嘛，哦，沙比已经要成功了，他搞破坏。但是普通人对我这么努力，我这么辛苦，好不容易拉到人了，却给你破坏，普通人都会很生气哦。可是我们看沙比伊，他还是很 calm， 很温和，很 soft， 甚至在星期三还说我们支持安华，我拉不到人，安华是唯一的人选 ，GPSB 要支持我。那沙比伊为什么不拍板？安华你出卖了我，安华你背叛我，为什么他还要支持安华呢？你怎么？说了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了，因为如果我们在沙巴的人呢，我相信可能西马的朋友不是这么的了解他，就是开始的接触跟开始的明白，或者看到注意到我们的拉杜沙菲。可是如果在沙巴的人是，我们都明白为什么，因为他的人太好了，就是这么简单。而且他的人从来不强求，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可能这是有 risky 了。他们马来讲我们有 risky， 那如果我没有做到的话，可能这也不是他们的。上帝可能没有拣选，还是说他们是相信这件事情的，所以他不会去讲，他不会去走出来讲我很想做，我要做，我可以做，他不会做这个举动的。他就是觉得如果人民要他，他就做；如果人民做不到，他也没办法，这样就只好接受了，这样子。所以他不会讲啊，去出来鸟人啊，讲这样的事情啊，你们做这样的赌注。那我其实啊，我们是在他身边的人啊，我们是觉得真的。比如说你要讲那个姿势又很 big check， 又很 frustrated， 、又很 frustrated， 然后又很 fed up， 又很失望，又很那个很复杂的这个感情，这个关系。因为什么？我们看到我们老板讲，我们在下面我们很顶不顺的，你知道吗？我们又很顶不顺这个情况，我们就觉得奇怪。到今天为止，行动党很多人拿出来解释了 ，OK， 不可以怪安华的 ，OK， 然后行动党也讲不能够。也不能够完全怪安华，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105啊，就甚至有人出来讲哦，如果我们只有105，我们要接受我们只有105，我们就专心去做反对党。我觉得人民不想我们做反对党，然后人民也不想靠现在这个政府来继续执政，所以这个是一个税不负责任的一个举动。如果我们出来要帮人民奋斗，我们就要做政府才能做到事情嘛。所以这种想法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有这个想法的。我们就真的为人民付出，真的做到完了，就是做到完。所以我们不能讲，我们如果只有105，我们只好接受咯。如果有别的方法可以拿超过105，我们一定要去想怎样去做嘛。Think outside the box。我觉得每一个人是都在讲，我们不能怪好，我们不能怪好。可是没有一个人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今天我想问这问题了。嗯，如果安华真的有这七个人，今天他为什么不讲出来这七个人是谁？今天啊，反正都输了吗？对不对？反正都没有了吗？如果你敢做新闻讲这个七个号码，你为什么你不讲出来这七个人是谁？如果你不能讲这七个人是谁，可我在我的角度，我变成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没有号码？你还骗我们讲你有七个人？啊，这样，啊、那七个人是谁？如果你没有，你为什么要讲你有？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你知道你没有，为什么你不给我们的拉杜消费去试一试？可能他真的能做得到，反正你都没有吗？对不对？为什么这东西不能做到？为什么真的不能做这件事情？我真的，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而没有人问的，而没有人问这些问题，没有人去问这些问题，然后一的就是麻木的为他去 defend 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知道了。现在事实已经事实胜利雄辩了，就是说我以前跟你讲过的，他没有号码，到今天为止看到清楚，他没号码。即使我们今天不只是外甥支持他，我们还可以拿到蹲马，是很奇迹的事情哦。如果不是我们老板，不可能发生的。OK， 蹲马的号码给他，全部的沙老院那两个号码也给他。那沙老院两个号码是根本是从 B 家走出来的，对吧？啊，所以他为什么会支持阿华？他们就是不喜欢阿华。可是因为接触我们老板的关系，全部都全力支持。为什么？他们也心里相信我们的老板是有机会被提名，就是说，西门讲我会提名两个名字的这一个，当然他们今天有人讲，有人讲没有了，不过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有这件事情，我最后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了。当然有很多的他们可以给100,000,000种理由了，最后是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是啊，对，洪俊王洪俊 YD 刚才讲的哦，我看到有一个留言形容的很好 ，Jackie I 他说的，就像在赌博。你拿到四张 A， 你大声跟大家说，大家好，我手上有四张 A 啊，你们要小心哦。所以安华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像 YB 刚才所说的，其实是让人心痛的。但是 YB，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新闻哦，当失败了之后，王公已经确认已经召见114位国会议员去觐见，来确定他们是支持沙比里的时候，整个网络突然出现一个新闻，说沙比一讲骗话。没有支持安华，他没有提成宣誓书，到现在都还可以看到这个新闻，看到这个消息，指责瓦利山骗了安华，安华没有105，这个是事实吧 ？YB， 然后对于这样子的指控，你又有什么想说的 ？I mean， 如果一个人失败的时候，他不肯承认失败，他哪会找1,000种理由去赖人家了？是，我觉得。这个根本是天方夜谭来的了。如果我们没有签，如果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还出来跟你讲你不支持我们可以拿到票面好心，我们也没有到没有也没有讲不要脸到这种程度嘛。而且我们都签的纸，那都消费签的纸已经 publish 在 page 了吧，已经 publish 我们那种 SZ 也 publish 出来了吗？还要怎样骗人？骗不到人的这东西，我们如果不支持我们就不支持了。我们好像以前你们讲我们不支持，我们也不回应的嘛，我们怎么要回应你？我们心里知道他没号码，你们不相信，我们不用回应你的嘛。我为什么今天要去骗你？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做嘛，你明白吗？我们大可以讲，我们不相信安华，我们票不会给他，我们不是在中间。如果你今天别想做政府，我们可以支持你，不过你给我看你的号码，如果有，我们不是过来那边东西的吗？没有，我们不是过去那边拿回沙巴州政府咯，也不要阻止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嘛。我们大可以做这个举动，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我们跟 PKR 跟 DAP 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身在西巴，你们的那个僵局是很僵了的，我们身在沙巴的政局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有选择的那一个，而我们选择跟 PH 站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不能被 deny 的。所以 PH 支持者即使不喜欢或者不想听到这个很残酷的事实，也不能够把枪口指向我们，因为我们的牺牲已经做得很大了，我们已经做出很大的牺牲、啊、我们基本上可以讲为了马来西亚我们放弃了沙巴，我们可以讲这句话。所以在沙巴有很多人是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举动，西马的朋友可能不明白，如果我们可是我们沙巴的朋友会问我们这个问题，
他讲为什么你们不像沙拉耶这样，为什么沙拉耶这么聪明，为什么你们这样蠢，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这种东西啊，我希望是说，如果你们不明白，或者你们可能想要保护你们自己认为的领袖，也不是去污蔑人家，事实要看得很清楚，是这样子。然后你看啊，最后的时候我们讲啊，因为啊，这是在一个这个圈子里面的故事了。当他们上面这114个名字上去的时候，啊，传人上去还啊，就是阿光还没有传召他们上去的时候，那个事情就是讲，知道了之后，阿公就有放出，不是讲阿公了，就在这个社课里面就有在这一个风声讲，啊，其实我们元首是不喜欢这个这样的政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政府即使跟母一定是一样，根本就不用下台，换来这么，啊，同样的经济问题，今天的那个疫情问题，都是他们在里面，现在又换回他们，哪里有分别？啊，所以这个是没有分别，他就有这一个声音在那边，那个时候就围绕住这个谁在社课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张沙老爷就很聪明，我就认为，如果你问我了，这是我的对他们了解的看法，对这事情演变了解的看法，我就觉得他们同时要给面阿公，他同时要给面元首，同时又可以买个关子给我们的老板，啊，就不用跟我们老板扯完脸翻脸的情况之下，可是又必要支持，又必要明显的去支持 BH， 他就把这一个18张九个卡交给阿公，他把这18张。交给阿公，但 他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 S 已经签了，他们 S 已经签给 PN 了，啊，然后他们就宣布讲，我们把这东西交给阿公，阿公去决定。如果阿公认为有别人更好的人，他可以支持，所以阿公就叫这是114个人去 Palace 里面见面。那他们见了之后，确实有这114个人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照讲 by convention 了。By convention 的话啦，马上就给安卡松巴尔了吗？或者是晚上啊，或者半夜啊，啊连住就可以了。为什么第二天通常今天确定，明天就松巴了的？通常是这样的吗 ？By convention， 对 ，By convention 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也这样子做呢？只能够说我们的元首不符合他心里想要的那个。所以他们那114个人在这个 Palace 叫他的时候，也传出来了他的声音说。他希望看到一个 unity government， 不要再打架那个 government。不，当然就 PN 拒绝了啦。PN 当时拒绝这个，他讲我们可以签 CSA， 我们可以有其他 的那种方式，可是不一定要是 unity government， 所以他们不认同。所以那时候元首也没有马上做这个决定 ，which is very unconventional， 是不 conventional 的。是啊，可就是说阿公其实元首可以用他的那个18张 World Cup 那个九个卡。是阿布他决定的，可是最后的决定就是说，如果他交给 PH， 安华就会123张票。当然会有人去不抵盖干说，哎，这个东西有违法宪法。不过如果你当时问沙老爷，他还是会坚持他立场。对啊，我已经决定把这个交给阿公。我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啊，没有对错的。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呢。他们根本就是最聪明的政治家在马来西亚，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非常的知道，就很像我们知道一样，元首是不会给票安华的，啊，他们不会给他，元首要他知道他不会给他，他知道他不会给他，所以他把这个票交给元首去做这个决定，可是他知道元首也不会给他，啊，这样，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我就不要再拖得去。再讲更多了，因为讲出去那种残酷的现实可能不是很多人接受得到，不过我们只能够接受，就是说今天有哇卡18张阿公也不给，我们真的要看清这个事实。如果给了之后沙老爷保下立场，他没有 unconstitutional 的，他是有一点点的风雨，可是过后是能解决的。可是有没有发生的事情？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要看得很清楚的一个事实，看得很清楚的一个事实啊，沙老爷是不会给，啊，沙老爷是不会给，因为他公开跟我们讲非常去抗，不要什么的。是红军讲的，我很同意哦。就是其实阿公是很明显不满现在这个政府的，阿公是很明显，啊，不过他没有办法，因为要换你给他的选择在另外一边，也不是他要的人，所以这是我的看法了。我的看法有对错，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不，这是我的看法。
是 GPS 就是刚才 YB 说是很聪明的党，其实换一个 讲法就是很狡猾，谁做政府他就靠向哪里，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做政府的，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没有错的一个打法。为什么呢？他们的想法，他们是为沙捞越嘛，他们是为沙捞越的人想，为什么你要去怪他们呢？他们的立场，他们的奋斗是在沙捞越，所以他们想为沙捞越的人做更多的事情，那是没有错的。只是说我们为什么拿不到他的票，你们手指只会指向他们，你们沙捞越不支持我们换政府，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想想自己为什么沙捞越不要跟你呢？这个问题是我们需要检讨，我们检讨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怪沙捞越，沙捞越有他自己的选择嘛，他的奋斗跟你不一样，你在西马你的奋斗是这个，他在沙捞越他奋斗是两个事情哦。如果今天没有出现这样的局面，其实也没有人会讲沙捞越，也没有人会讲沙巴，又有多少人明白我们沙巴跟沙捞越的那个奋斗被忽略了啊？又有人多少人明白我们的心思在想什么呢？啊，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想到你们在想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干的，而应该要想为什么沙捞越不支持，这个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地方。所以从这里，从 YB 讲的，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明白，沙比伊其实是看更大的 big picture、哦。他当然他也想为沙巴做事，但是他想要为沙巴做事的当儿，也要兼顾马来西亚，不能只是沙巴好，沙巴在政府里面，马来西亚也要改变。是这样子吧？对，是李翔，是这是的。所以我希望了，如果我们的，其实我讲真话给你们听了，这我讲真话，既然是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我们也没有所谓，我们直接讲出来。其实我们沙巴人根本就不愿意他走，我们在党那边的心声是叫他留在沙巴，不要去参与。就是很多人讲嘛，我们沙巴我们在奋斗，在我们沙巴是有强势，不过我们也还没胜。我也没有讲啊 ，build 了我们自己的 foster 在沙巴，我们是 build 我们的 kingdom， 我们在做我们的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很稳固的基础，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大可不理他们，我们做回我们这。其实我们党内有很多这样的声音，真的有很多这样的声音，不是每一个人看得到大饼就的，不是每个人看到，他们看得到是他们现在的问题，在沙巴的问题，所以沙巴的问题先解决吗？西马的问题关我什么事呢？为什么你去理西马的事情，你不解决我们沙巴的问题呢？啊，这样嘛，所以有很多的人。党内的领袖其实真的很纠结，我们真的很纠结，其实我们真的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件事情，就很多人不明白 老板的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在我讲这件事情 的当时有这么多的沙巴人误会我们的老板的这个当时西马的人应该要看得很清楚，其实我们老板真的做出很大的贡献，他也真的想为马来西亚做出真正的改变，我希望这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啦。从 YB 这样子讲，你看 YB 本身也是从 YB 所讲的，其实你其实也是有一点不明白沙比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为什么要为我没有不明白，我没有不明白的。对于我来讲，我没有不明白，为什么呢？有人问我是不是沙巴店，我不是，我是沙巴汉来的。啊，就是说我没有不明白，因为我是老板身边的，属于他的身边的人呐。所以我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只是说我们很纠结，因为我们在一个 crossroad， 我们这个 crossroad 嘛，当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一个 crossroad， 他就讲一个 highway 两个 highway， 不，我们还没进入这个 highway 的时候，我们是有的选的，他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个焦点的时候，我们是有的选择，沙巴还是马来西亚，沙巴还是马来西亚，这样如果我们要沙巴的话，我们就走向这个 highway，如果我们要马来西亚的话，我们就走向这个 highway。那当然，为什么中间的时候人家讲达杜沙菲也是承认吗？是当然，因为我们已经走向这个 highway 了。但我们走向这个 highway 也没得 U turn 了也没得 U turn 了。所以，在我纠结的时候，是在这个 crossroad 的时候。当我们老板决定要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是清楚的明白，我们的老板要走向这条路，只是我们的心里有一点的。遗憾，就是说遗憾一件，不高兴第二件了，因为我们觉得既然答应了我们的老板会提他的名字，你们就应该要做到你们就应该要做到这件事情，可是今天没有做到，不单止今天还有人去否认有这样的事情有人还去讲没有啊，是你的老板自己放弃的，你老板讲拿不到票谁支持，是不是一些很无耻的一些言论来的
很无耻的一些言论，我觉得要有要给自己留下一点尊严。如果你答应了的事情，你们要做到这件事情，做不到要承认，打就是讲错要认，打要站稳，不是说错了还去赖人家，这个东西真的很不应该啊，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心里是有这个感受的。听洪俊这样子说，真的也觉得 YB Shafi'i 就是夹在中间、啊、很多人不了解他，很多人怪他、啊、因为他已经走进，他已经走向那 highway 了吗？那 highway 已经决定跑了、嗯、他跑了那个 highway， 你要叫他怎样 U 灯？如果他 U 灯不是翻车都没有的 U 灯了、啊、那路直路来的嘛、嗯、highway。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看法，而不是说中间你可以蹬的吗？你这样蹬，而且我们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当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 mandate 还是属于 PH 的，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角度，我们考虑的这么多个的那个 factor 里面，我们觉得这个立场是没错的。可是我们也不、嗯、你跟我们讲的当下，你也不要骗我们吗？这样子了。是 YB， 那我们再继续谈另外一个谣言哦，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谈了一个谣言嘛，就是说Shafi'i 拉不拉到人的这个情况，有另一个谣言是对民星党有利的，也是传得很沸沸扬扬的，就是民星党要求对方准备两个 SD、哦、安华两个 SD， 大家都签两个 SD， 先交安华的，如果安华一不够人，我们马上补第二个 SD。 这个事情是真的有的吗？ YB 可以跟我们证实一下，是真的有两个 SD 的安排吗？绝对有这件事情，绝对是有。那我自己也亲手收了几个 SD， 所以我可以跟你讲绝对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也负责去收不同的几个 SD， 所以我跟你讲对方有签两个 SD 吗？ PH 行动党的、诚信党的、公正党的，他们有签两个 SD 吗？还是只是完善自己、我们讲说 我把心思照明月，明月却照沟渠、啊、有一句话这样子说，我不懂讲的是他们也有签两份吗？还是只有瓦里山签两份？讲真，这个东西我真的我所知道的是有签，不过你有没有全部人签，这个我真的不答不到你了，这个问题我答不到你。不过照讲，如果你们答应了有人开始签，你们就要做到了。而且其实你们不用提成一个名字，然后如果不够票你们提成第二个名，其实你们大可提成两个名字，因为我们看 constitution 啊，我们要公平嘛，对阿公嘛，对不对？Constitution 讲得很清楚的嘛，他是阿公认为啊，认为这一个人有可能，不一定要一定哦，不是一定啊 ，most probably 啊，我记得了，我忘记那个事，不过大概是这样啊。总之，他就是说可能有可能拿到最多票的那一个人，他认为有可能 Common 就是说你还是要去国会了。口门最多票的那一个人就能阿公可以就可以啊、让他提名，那过后才去国会去提名啊，才去啊、如果有人呢不提该干，就是去国会那边才来分辨。所以其实基于这样的一个精神，是其实我们真的可以给阿公决定的吗？对吗？为什么 Barbie Bank 要请这么多 salesman？ 其实你请两个 salesman 就够跑完了，为什么你要请这么多 salesman？ 因为有些人、嗯是做不到一些人的生意的嘛，有些人看到你就是不喜欢，你请另外一个人来他就做到他的生意，这种是讲人员跟人干人的问题嘛。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号码的话，就交给首相去决定嘛。如果没号码的，当然首相就不能给嘛，对不对？首相也不会做这件事情嘛。但如果有数字的话，不就让首相去决定哦，对吗？我是觉得 YB 讲的这个提成两个，那个心可以大一点点 ，open 买点点，以人民的利益为大前提，我们做不要那么自私的啊，我们不要做到这么狭窄，做到这么算完全部的路那种方法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大可以真的是为人民的利益为大前提去做这件事情，最重要是真的拿到吗？而不是去搏嘛，明白吗？嗯，这样了。YB 刚才有提到提两个人名，确实。两个名字确实是允许的、哦这个是政党自己的选择、之前雪兰莪选万纳吉扎的时候，苏丹就要求提成多一个名字嘛，对、啊、所以对、啊、是可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example 来的、啊、苏丹就讲我不想接受这个人，你可以提多一个名字嘛，或者提多两个名字嘛，这样子、啊、当然最后、嗯、
当然党也可以拒绝啦，也可以拒绝，像柔佛，柔佛可以的，肯定可以的嘛，一盟当初提成三，那个是阿公的权利，那是阿公的权利，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有任何的权利，权利完全是他的，他可以做什么决定他喜欢，所以斯拉沃给他那个 wild card 啊，那个 joker card 啊，是一个非常对斯拉沃来讲是冒险的事情，因为他也不喜欢行动党，他没有讲不能跟阿华合作啦，可能可以啦，就是说他不要行动党。那么在这个情况，他还把这个卡交给阿公，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不过呢他也不介意啊，他也没有介意，他把这个交给阿公，所以阿公最后还是没有给我们，真的要认命了，你知道吗？如果我敢讲啊，这是我们老板坐在那边，我真的是敢讲已经拿了，所以我们真的很遗憾。所以你看我们都没有睡到觉，我们都这几天真的是睡不到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看到这太遗憾了，这件事情这太遗憾了，太遗憾了，这样了，就是这样子吧。是，可是没办法的，奋斗还是要继续的跑，毕竟人民的立场，人民的选择，那缅甸是给了 PA， 所以我们必须尊重这喜不喜欢，我们都要尊重这个决定。嗯，那 YD 以你所知哦，我们都知道敦马跟安华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啊，很多纠葛在里面。那敦马其实是公开支持了安华，连他的儿子也说我们优先支持 PH 给安华做首相，老马自己也这样子说。那沙菲我们都知道肯定是沙菲在居中斡旋哦，所以沙菲是怎样去说服老马的这一点啊？那沙菲是怎样去说服老马去做这个决定的呢？你有没有什么听到一点风声，或者是沙菲有没有跟你分享他怎样去跟老马谈说你支持安华，给安华一个机会？这个就没有了，因为讲的话如果讲到敦马跟我们老板，这个是一个另一个层次的一个政治，可能这个政治不在我们的 level 了，它是另一个层次，所以他没有跟我们分享。不过有多事情他做到了之后他才跟我们分享的，所以这件事情里面如果我们问讲敦马公开支持安华，安华有没有打过电话给敦马？我看没有人敢答这问题，对吗？所以 YB 先讲，我们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就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敦马今天也发出消息，他会竞选120个席位嘛，就是不跟西门谈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敦马这样子说，那瓦利山又，可能因为他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也失望。那我肯定瓦利山也很多人像 YB 一样不满。但是还是要听沙菲易的指令，沙菲易的看法，沙菲易的见解。那我们就是尊重我们党主席 的决定，因为他在政治的见解跟他在政治的这个经验，他所看到的远见其实远远超越我们。你记得我们跟你们讲过吗？这政府一定会倒，他们一定会倒，他们会吵到你这个东西啊，他们一结合我们就已经讲了差不多这就年多了，都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在讲，因为我们的老板已经看见这件事情了，他已经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所以就怎样讲呢，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不明白我们老板做的事情，不过我们要相信他，因为他对政治 的见解跟政治的那个远见呢远远超越我们。是这样讲。那所以听 YB 这样子说，沙菲还是会继续支持安华吗？还是会像老马一样直接西渡，在沙巴也好，在西马也好，都不跟西盟合作，还是会跟以前一样继续在 PH 的框架之下？我相信 不在他的框架里面，这个就不要误会，我们没有在他的框架里面，我们只是说我们要有一些 airline 的朋友，可是我们没有在他的框架里面，这个我必须表明清楚。我们应该不会跟敦马去做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我还没有见到老板，我也认为他不是一个很明一个。第一，早言之过早；第二，不是很wise 啦 ，wise 做这件事情。我们的党主席会召见我们全部的党领袖，我们的 YB 跟几个层次的领袖了，所以这几天我们的。党主席都会比较忙去见我们的层次，所以我们可能会在那里决定。不过我们现在决定下一个选举的这个 strategy 有点言之过早。虽然我没有搞政治搞这么久，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先做决定，到时也不一样了的，所以根本是短讲的。我们只是要准备好选举的工作，然后
我们要看那事情的演变到怎样一个程度。我们的心里是觉得我们想去西马帮西马马来西亚带来改变，这当然是在那边啊 ，PKR 跟火箭对西马的贡献是绝对有的。你讲没有是不能这样子讲的，是绝对有的。所以如果我们过去那边要代替，要马上啊、代替他们，那个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是不 realistic 的，我们也没有打算做这件事情。我们只是觉得我们能够为马来西亚带来改变，我们想做出一些付出。那这个以这个来出发点，所以我们会跟他们，我们第一件事情会跟他们商讨，尽可以的情况之下是不要对打，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带来真正的问题嘛，啊的改变嘛。不过现在我们如果讲人民以前看不到，不过其实我早知道了，不过没关系，现在人民也应该看到。其实行动党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整个政局里面，那么今天 PKI 也是有他各自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在讲 PKI 跟 DAP 完全合作，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以安华为首选、首相人物进去下一个选举，机会是什么？看，其实这个问题我看大家都能答这个问题了，不用我去答这个问题。我已经公开说了，继续提成安华是永远也当不上首相了，不要做梦哦。YD 可能不知道，我前几天已经公开这样子说了，如果再推安华做首相人选，我绝对不会再支持西蒙了。好，不懂 YD 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不过现在我知道了。啊，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很对的一个决定，真的我也认为是对。为什么呢？如果我是你们了，我在思想，如果我是一个西马的华社的朋友。我真的会这样子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已经不是路了，你知道吗？真的已经不是路了。我们也试了，不能讲我们没试，我们也相信了，我们也给了机会，我们也试了，可是也没有看到真正大的改变，也没有看到很波折地的事情。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我们要带来这改变，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这样子做。我们真的希望能够这样子做了。我们只是想做这件事情，可是如果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最后我们不吸毒也有可能的，也有可能的，因为这是最后是靠我们老板。可是如果我们不吸毒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吸毒的话呢，他的条件肯定是这样子，你们沙巴也不要再过来了，沙巴交给我们，你们回去西马，我们也不吸毒，你们回去西马，沙巴完全交给我。YD 不要讲西渡先，等一下我们最后一 part 才讲西渡，我们还在这次争辩啊。西渡的，等一下我们会专题来讲哦。最后一个 part， YD 在这个 part 里面，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现在局势搞到这样，大家都很失望，尤其 YD 你说沙巴人特别失望，那我想问 YD 哦，在沙巴的公正党哦，像你说的大姐刘静芝，像沙巴的行动党。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又怎么样？有没有接洽你们？有没有表达对西马西盟的不满？然后，寻求更大的改变，甚至是像你之前所说，你早就认为这些党其实都应该成为一个整体，来一个沙巴本土人的政党嘛？所以有没有本土给酝酿？这样你可以重复你的前两段吗？听不到。YB 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你刚才也说沙巴人都很不满嘛，尤其是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安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公正党做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想问 YB 哈，在沙巴的公正党，像你之前说的大姐刘静芝，沙巴的行动党，他们有没有也对西马的 PH 西马的母体感到不满，然后想来找你们来？凝结为一个整体，像 YB 之前我还记得 YB 有说，其实你打从心里认为这些党应该都一起来到瓦里山里面奋斗，来一个沙巴人的大结合，反对党沙巴的反对党大结合，然后我们一起来奋斗，有这样子的可能性，然后有这样子的不满发生吗？我还没有跟行动党的朋友接触了，我只有跟一个了，我也不要提他的名字了。不过他在那个他我跟他的对话的 message 了，我不要提他的名了，因为这样是不是很好的事情了。不过是他的心里，他也跟我讲，我一直都相信安华没有这个 number， 所以我是希望我们的老板能够被提名。不过最后我们老板没被提名，过后我也没有跟他接触了，就是我们没有再联络了，暂时没有了。然后遇到另外一个行动党的朋友，那次饭的时候遇到，他的心里是有很
一样啦，一样啦，因为如果你身在沙巴，你其实就明白我们会这样想，为什么我们不做好沙巴先那样讲这个想法。那我那天有跟遇到大姐，大姐那时候刚刚跟他们开完会，开完这一个他们的所谓的 MT 开会啦，打周会，然后就有约我一下，我们就吃点东西，这样他就有就他也是觉得失望了，他也觉得失望，他也觉得很遗憾啦。不过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在这样这个低潮的这个情况，绝对没有谈到哦，你应该跟我们啦，我们要做什么？这样暂时我们没有这个，没有讲到这个 topic 啦，我们就是觉得遗憾的，我们还在这个遗憾的阶段呢，所以我们还没有走到去想啊，这样子。好，那我们第二 part 就讲。可是我的，如果你问我啦，我的看法是坚定的，我觉得应该了。嗯，你之前讲过吧，就是应该沙巴人。我之前讲过的，我觉得应该的。所以我觉得，毕竟今天我们的，毕竟如果我们是为沙巴奋斗，我们的立场非常坚定。不过在对的时候，在应该做的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个非常对的决定。我觉得全马来西亚的人，除了有，除非是跟他心里有不甘愿的人，或者是有些政治利益的另外一边的人，他其实都认同我们老板今天做事情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即使主要为沙巴奋斗，也不代表我们不能为马来西亚做事情。这样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嗯，明白。那我们第二派关于政变的就讲到这里、哦、YB 也爆了很多料，也讲到了很多内幕消息给我们知道，所以人数也飙飙升了，现在8700人了、哦、8700人比上次还高了4倍。所以读友们记得点赞这个直播，分享这个直播，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除了谢谢来看我们直播的8700多位读友，也要谢谢我们的赞助商 Baby Plus一个胎教音律器、哦、在孩子还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就赢在起跑线给他进行胎教，他是专门美国专利，给孩子听了会促进他的发育，促进神经增长。如果有兴趣的读友可以看我们的跑马灯下面有电话号码可以联系，我们直播的 caption 下面也有联系方式、哦、你可以直接点接发信息给他们。好 YB， 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最后一 part 了，民星党的愿景、哦、民星的愿景。先不谈西渡来西马的问题，底下我们深入谈西渡。先谈 YB， 你认为哦 ，the way forward for Warisan 是什么 ？Warisan 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对于我们马来西亚，对于我们非土著、非马来人、非穆斯林的 way forward 又是什么？这个等下仔细啊，我真没有看到。你在讲话的时候，我看到这个 mess， 这些留言啊，就有一个讲，他就讲哎。林继祥啊，就是我们继祥大哥啦，应该收皮啊。那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这样子讲啊。是，这是我一个人的啊，我一个人来讲这件事情啊。当然，我觉得在整件事情里面，大哥继祥是最遗憾的那个人，因为啊，其中我认识大哥继祥，真的，他是一个有原则、真的有理念、真的有奋斗，然后他也不贪污，也不真的不拿钱，有太多的那个机会在他面前，他都是没有。这都没有去拿的，这些是我自己亲身经验也知道的事情。今天演变成这个局面，其实他是真的很惨，我认为他是很惨，他是不应该被怪的那一个人。可是当然也不容易脱离这一关系，因为行动党，因为这也做政府之后没有做到的事情，跟行动党一些的那些做法，可是这个其实真的不能够讲他了，我是认为这个不应该了。不应该，我们一定要给，就是说，大哥继祥应有的那个尊重，我们一定要给他，啊，他毕竟是真的有原则，也不贪，真的是有理念的这一个人，我是非常尊重他的。如果大哥继祥，那对于整个行动党呢？行动党在这次所做的表现，或者是过往的表现，你怎么看 ？YB， 这个我觉得我不予评论了，因为如果评论下去，还会多了个敌人。是觉得对，我是觉得，真的可以做得更好，真的可以做得很好。因为有很多人，我身边的朋友告诉我，我奇怪为什么如果他不做部长的时候啊，他们是如果不做部长，他们是很聪明的。可是当他们做了部长之后，真的有很多时候那个人变得不聪明，不知道为什么了，也我不知道是不聪明还是什么了，就是很奇怪，就是有这样的事情，不是人家跟我讲了啊，就是人家跟我讲。所以这是人家的想法了，有人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检讨的，需要检讨的地方。那我们就不谈行动党了，因为我觉得我不要在行动党多余的去太多的
的评论了。YB， 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的两个问题哦，民进党的 way forward 是什么？未来之路是什么？对你来看，我们非华裔啊，我们非乌裔、非穆斯林的未来之路又是什么？过往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OK， 这个我们先分开讲，我们先分开讲，嗯，因为这两个 topic 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的这个领域的。第一，如果我们讲民进党，这样就要看我们的来住的这个礼拜的开会，我们的坚持是要放沙巴为第一位还是马来西亚为第一位？啊，这个将会这个会赢，这个将会就是我们的这个。target 的，如果我们 target 是沙巴的话，这样我们的整个做法会不一样，我们的策略会很不一样。如果我们把马来西亚放为我们 的目标，我们想为马来西亚带来更大的改变的话，这样我们就会一定怎样都要想办法准，都是会沙巴一定会做出一定的牺牲在我们的奋斗里，所以这样子会给我们带来更加不一样的那个做法。就像我讲了，今天如果我们站在中间，因为元首讲了的嘛，我们要团结嘛，即使我们今天输了，行动党 DH 他们也不是公开叫政府今天做一个 bipartisan 的一个政府，他们不是公开叫要求政府去接纳他们进去政府里面有做 unity government， 是今天政府不认同，意思说他们并没有拒绝这个想法，他们并没有拒绝这个想法。所以说如果当时我们在那 crossroad 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决定，其实他也不能怪我们，他也不能怪我们，因为他也有这个想法嘛，毕竟他今天也是叫这样。如果今天我们的老板在里面呢，可能更容易达成这件事情，可能更容易达成这件事情。是，所以啊，如果我们当时是为沙巴想的话，其实我们就不用想更多了，我们直接去那边，我理得你三七二十一，你阿萨斯维呢，我就跟你沙巴，你给我就对了，我讲什么都讲，就讲完了咯。啊，我们就为沙巴，理由什么？元首叫我们这样做，我们一定要做啊，团结起来做 unity government， 我们要把疫情做好，我们要把经济搞好。OK 了，讲完了。西马的朋友未必会了解我们，可是沙巴的朋友一定会，沙巴的子民一定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所以你想看都可以，你看问我的问题，民进党 的方向是什么？就在这两个分都就会走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那我们的那个政策就会很大的一个方向。所以这要等我们的主席现在跟我们的党各自领袖跟不同的领域的领袖开会之后的那个决定才能够告诉你了，可能在下次有机会再分享。嗯，那你刚才问到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非穆斯林 的方向又是什么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有，因为我有非常多的西马朋友、华社的朋友，所以我也很经常在那里了。其实我经常跟他们接触，我知道他们痛苦。可是这个问题啊，不是跟马来西亚，不可能不讲马来西亚的华人，为什么呢？因为沙巴、沙拉越华人没有这个问题。沙巴跟沙拉越的华人没有这个问题，就算我走去西马，我走去个马来电视，反正马来人全部这边看着我，我看，哎，他的咖喱漂亮，他的鸡腿咖喱很漂亮，我坐下去就拿饭就吃了。我们的坐在那边吃的时候，全部马来人看着我们，他看着我们的，中国这个华人在那边吃饭的，我们吃下，看他的，哎，你他们中国是看我们的，他讲，哦，你忘记了，你现在在西马，哦，没东西的了，我们不理他，为什么？因为对我们来讲，这其实没事情，对我们来讲，这是我们的 way of life， 日常生活 daily life 啊 ，way of life 啦，我们 daily life 它不影响我们的，对，这个分别，所以我们沙巴没这个问题，即使我们坐在那边吃饭，我也没有看到马来人来骂我们嘛，所以我们沙巴人在西马生存可能也没这个问题哦。啊，可能就是说华社跟马来人他们会各自在意在西马半岛。他们会各自在意对方讲的东西，所以他们变成一个个体，而我们觉得，哎，看我不看啊，他讲我不讲啊，我不照吃了，没有东西的嘛。阿萨塔才有卖给我，对吗？他也没有去搞教我们嘛。所以对于我们沙巴来讲，跟沙巴讲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所以我只能讲，现在非穆斯林啊，就是讲主要以华裔来讲，我们讲华裔，其实印度人也听不懂了。我们就是讲啊，少数民族可能他也听不懂，我们就讲华社。OK， 我们就主要讲华社这个课题。可以。那么如果华社这个课题呢，只能够就是讲我们 narrow down 去西马半岛罢了。因为我们沙巴都不面对不同问题，我们怎么样混为一谈呢？我们不需要混为一谈的嘛。沙巴的朋友，就不是西马半岛的华社的朋友呢，现在就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讲，
我们这样看了、啊，来，现在啊的整个马来西亚政局，是越来越极端了。马来人已经走向完全马来西亚人的政府，当然他有一个魏家祥在里面。不过如果你讲马华，在马来人眼中，他们是，我不想这样子讲，不过他们是税不值钱。OK 啊，就好像今天魏家祥做了部长之后，他可以宣布在报纸、在新闻讲 ，OK， 我们的车赛可以坐四个人，现本来只可以坐两个人，现在我们可以坐四个人，然后我们再驾车出去遇到警察白鸽，啊，我们跟他讲。哎，你们的手，你们的就是拿出那个电话告诉他，哎，你们的部长讲哦，现在可以坐四个人了哦，可是那个警察照开罚单给你。那他讲，哎，你讲啊，部长讲可以是吧？你去找部长了，他照开那罚单给你，这个是千真万确。还有我所知道我朋友中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讲，如果一个 traffic 都不会尊重你的那个部长啊，你可以想象那部长他在这个政府里面的地位了。所以我们只能讲华社现在是它是、完全被边缘化。不过为什么华社会被边缘化呢、啊、这个问题我要讲的比较确实一点。不过我希望、我在许多的朋友不要是、不要去叫什么，不要生气我了，我只是讲出一些我认为的事实了。OK、现在的华社当他讲华人的时候啊，在西马半岛啊，他是讲 DAB 的、哦啊、他们讲 DAB、啊、他们就讲是华人这样的、哦嗯、他们没有把华人跟 DAB 分开的、哦、你注意到吗？你认同吗？他们没有把 DAB 跟华人分开，他们认为华人就是 DAB， 所以他鸟华人他就鸟 DAB、啊、鸟华人他就鸟 DAB， 但他鸟 DAB 的时候他同时也在鸟华人，其实他不是，他可能不是针对那华人，不过他是针对 DAB、啊、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们针对 DAB？ 我其实这东西也不需要再解释了，整个马来西亚都你们比我们更清楚了。当然 DAB 是全国的，是全国政党，也是 multiracial， 不过始终他不是被看到是这样子了，他只是看那个华人政党。然后我们讲华社、哦、完全被边缘化，是因为华人 automatically 不 assume 他们是全力支持行动党。当然最后的这几个选举是这个样子了，几乎90多%的人都是支持行动党，所以这个是最近的这一个、最近两期的这一个选举。那是因为华人也没有选择嘛，而且华人是希望投给行动党一个有原则政党，真的做政府的时候会帮华社带来不同的改变，或者帮华社 fight 回我们的这些利益啊，或者我们的尊重啊，或者我们这些以前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不过当然他也做了政府了，然后那个结果我觉得我也不需要去评论了，我觉得各自华社的朋友都会应该自己心里有一个答案，都已经有一个分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回头啊，当然我们以前讲就讲嘛，这个叫什么、我们讲以前就讲行动党，还是以前讲嘛，哎，华社以前是、被欺负的，过到不好的日子，我们是被谴责，我们是被欺负、啊、我们被欺负。可是那个时候、啊、他就讲老马独裁，老马什么，那时候就骂老马做政府。可是如果我们华社真的今天看回头一看一看的话，我们发现到其实我们华社最有尊严、最有权威的时候，竟然是马爹的时候。当华社全部的票都走向行动党的时候，就是从马爹的年代慢慢走到今天。华社已经完全的被谴责，或者华社已经可以讲政府完全的放弃华社，政府已经完全不看到华社了。就、简单点讲，我们跟这条路走了几十年就走去火烂了。所以说现在他们 automatically assume 华社是在行动党的。可是如果我们讲，我们就是问这一个问题了， OK， 我们就问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讲行动党不好，没有，我们讲他不好。因为毕竟行动党是有帮华社做，在这么多年里面是有做到事情的，他是有帮华社 fight 的，不能讲没有，所以是有的。可是如果我们讲今天的政局，如果华社的方向他想要有一个就是以后 的孩子孙子是有前途的，像以前这个华社以前敦马的年代，还有林建业啊，还有敦林两世的年代啊，翁嘎丁啊，那个时候啊，
讲什么都好，华社还有那个后来徐子根啊，很多啦。那个时候华社讲话还是有尊严，华社讲的谁，马勒也不敢讲。那时候的部长讲，四个人就四个人，两个人就两个人，那个百哥也不敢杀曼联。那个时候，现在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就是因为今天的演变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所以我们讲华人是越生越少的，在马来西亚里面的西马半岛了，华人是生很少，生两个就算了，生到第三个就很辛苦了。可是马来人不同，他们是一直在生，越生越多个。所以是我们再这样子搞下去，在西马半岛你会看到华社 就已经是少数民族，会变得越来越少。可是我在跟住这么极端，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情面，华社其实是何去何从的，在西马、他们的方向上，就是我讲我有很多西马的朋友，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很惨。其实他们的方向，他们以后的未来到底是何去何从，这是个确实的问题。所以如果你问我了，今天我大胆的去 propose 了，不是 propose 了，就我大胆的丢出一个 idea， 你们自己去讨论，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们沙巴的问题，这毕竟是西马自己的问题，所以是西马的华社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我就大胆的丢出这个 idea， 你们自己去想看有没有道理了。我们就讲，我认为啦，华社呢，如果要有对这道应有的 basic 的 right 跟尊重的话呢，我们讲 moderate 中庸的政治，我们不讲extreme 的那种，我讲中庸的政治，我们的 constitutional 我们要被 respect 的做中庸政治呢，华社一定要走回去政治的主流，华社要走向政治主流，也就是说在政府里面要有这个。当然他会讲，哎，可是政府今天的马来人他不要华人呢、那我们做个大胆的假设了，我们大胆的假设说，如果今天华就是有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党，他能够在行动党那边生出15-20个华人的 CV， 我们大胆的假设这件事情了，15-20个 CV， 你认为这个人政府会重用他吗？华社，你认为会吗？我认为政府一定会用这一个人。为什么？到时候他就会讲了，哎，没有，华社其实很重要的，华社是有贡献的，华社是有造就社会的，华社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可以拿到你的票吗？他知道华社是会有回归政府的，跟政府一起合作的这个方向的，然后华社再重新的中庸政治回到政治主流。如果这件事情做不到的话呢，我认为华社就会有这一个，就会在他们马来西亚属于非穆斯林华社的这个地位看到不一样的曙光，看到一定的那个他们现在所看不到跟面对的未来都是一片黑暗。当然我们不能讲你完全要继续行动，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意思是说，如果假设的这样大胆的假设发生这件事情的话，像这个人会被受到重用在政府里面吗？会。他们会不会用行动党？不会，因为他们已经很明显的拒绝行动非常多次，即使再渺茫，即使再彷徨，即使再 desperate， 他们都不会接受行动党。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认命的，这个要认命。那就是说是你讲、我们要认命。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没有行动党？不能。为什么呢？因为行动党毕竟是要有反对的声音的嘛，毕竟行动党 做反对党的时候是做得 很出色的，所以是一定要有反对的声音。不过同时华社如果要对自己的以后的建造跟小孩子以后的未来不是再继续走这条路的话，要看到下一条路就一定要回去政治主流。所以这是我的见解，我们不要讲人了，就讲今天我们如果对行动党不聊，不要讲是行动党，就讲是一个党，今天拿住42个 CV， 不要讲行动党，我们就不针对行动党讲的是，我们就是比较 open mind 的去看这件事情、因为今天这样的局面，这个政党拿这个 CV 可是不被受重用，然后没有人要他，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也被跟住他的人也全部都遭殃，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有另外一个人能够把这些 CV 分出来的话，这样他这些人就能够在政府里面得到一定的那个信任。我敢讲，如果这个人做到这件事情，有这个人的话的出现，政府一定会用他，华社就会重新看曙光，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会发生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觉得值得考虑的这问题了。如果是非华社，就是非穆斯林的华社，可能真的要去考虑这问题。但当然我刚才讲了，我们沙巴没这问题、所以这个是西马朋友要自己去考虑这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个 idea，你们可以继续 explore 啦、你们可以继续看这个问题。这是如果你问我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
是 YB 刚才讲的马华没落，确实我之前也有分享过这样子的看法，就是马华在林良时之后就走下坡，我觉得王家定时代就已经是走下坡的。走下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了强势领袖，因为马华党争，然后越来越乱，华人就越不支持他，华人越不支持他，他就更乱，越乱又越不支持，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 YB 现在其实很多人是肯定不会支持马华了，马华已经太烂了。所以我就想问你，我们现在就顺势进入民进党来吸毒，你有没有想过来提？因为像你所说，行动党不管再拿多少的票，不管再走多元种族路线，他的标签马来同胞怎样看他是洗不掉脸的，改不掉，改变不到的，不要再骗自己了，改变不到的。是，就像 Rafizi 公正党的 Rafizi 前天也直接是行动党说，行动党你不要一直靠我们，你自己也要拿马来票。当然他们自己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今天不讨论了， YB 也不好去谈他们为什么又这样子，好像鬼打鬼这样。但我想问 YB， 你有没有想过 offer 一个更好的 option 来西马，给西马的非穆斯林或者是所有的马来西亚人，所有的马来西亚人，包括马来人，包括华人，包括印度人，来西马给我们一个更好的选择，来取代行动党这样子的情况呢？不要先说取代，也不要先说竞争，至少你要先过来让大家有一个替代的选择啊。我们没有要取代行动党，我认为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如果你问我了，行动党在华人的地位是相当 的高了，相当的高，因为这毕竟是个这么多年了所经营的一个立场，毕竟有做到错的事情或者有的事情。不过你要讲要在华人心中拿走这个火箭的旗帜，尤其在西马政党，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赖烂的船都有三分钉，何况这个船根本就没有烂。所以呢，这个不是取代，不在话题里面，我们没有谈过这个课题。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在想，我们过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会为马来西亚带什么政治的改变？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带到中庸的政治。就像彪哥你说嘛，我们走去马来店，我们不接他们讲靠门，可是西马的华社他们会走去这样马来店，他们会接那马来人讲看他们。这样就是说，当他们做出部长的时候，马来人讲的东西会影响他们。就很像为什么我们看到行政党在政府的时候，他做的事情跟他以前做反对党做的事情是两件事情。他也会讲，我们要故意埋人的感受，以前他不会讲这句话的，现在他会讲，当他在政府的时候，就是说他会介意那些人埋人讲的东西影响到他做事情的判断。可是如果我们进去埋人的话呢，我们不会被他们埋人讲的东西影响，反而我们会影响他们，我们不会受他影响，因为你讲的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没有道理的，根本都不骂说阿干了，我们是不理你的嘛，毕竟我们的票也没有在西马，所以我们会不会被他影响？不会，所以这个绝对会对马来西亚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这个绝对就是说，行动党或者华人或者华社不需要正面去对碰这种问题，只要一个人他跟你有这同样的理念，不过他不是你，也不是你去讲，让我去讲，不是可以了？有人愿意做这件事情，这样就可以看到真正的不同的改变在马来西亚，这是我认为了中庸政治，我们不 fight 那种 extreme 的，我认为 basic 的 level of respect， basic 的 constitutional right， 我们的权利你要给回我们华人，如果我在那边，比如讲了，这是我也没有打过会了，所以我是说，如果我们在那边，那些马来人不影响我的，我讲我要这样子做，如果我当时是官，我就会做，就很像我们在沙巴做政府的时候，我们如果放这么多华人的部长，你以为没有人有是非的吗？没有人有非议吗？肯定有的嘛，可是我们有没有理会他？没有。那么我们去放这么多华人在政府里面当高官作为总监的时候，有没有人有非议？肯定也有这个声音，只是说我们有没有理？没有，我们照做我们认为是对的事情。还有我们在沙巴同样的时候，我们也承认统考，我们有没有顾虑到马来人的感受？当然有。我们有没有顾虑到我们穆斯林的感受？当然有。不过我们也要求他同样的要顾虑非穆斯林的感受，这样罢了。所以我们没有说我认为啦，我认为这也不是，可能也不是说是劣币的错。为什么？因为他进去政府毕竟第一次，在政府里面要讲起 handle 这一种 pressure， 可能也不是这么容易，一天两天能够一两年能够做到的事情。
所以他进去里面才发现到原来不是这么简单，反对党真的很简单，用来喊就可以了，没有答案的他也不需要做，他喊了就算。可是他在政府里面不同，他还要去做，不能喊不单止还要去做，做不到给人鸟还不能出声那个，所以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景。只是说这件事情如果由他们来做可能真的有点难，如果由我们去做真的是容易太多了啊，容易太多了，所以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们可以带来这种不同的这个曙光嘛。我认为，而且我们这样子讲，今天我们讲行动党剩了42个位置是已经很历史性，非常历史性的。以前的位置啊，行动党如果靠自己能够赢的位置顶多是20几个CV 罢了，已经是很厉害了，20几个啊，那个数字不能骗人的，那个是他们的 limit 了，是这个20多个，我没记错是20多个了，真也记不到了。所以是今天赢了42个，包括有马来人，有敦马，有我们的老板的一些影响力，在拿到一些啊一定的那种啊，或者是讲 fancy 的上马来人的票了，已经是很历史性了的了。可是也是同样很历史性的，就是在国会里面拥有最大的席位的政党，竟然做不到政府，这个其实也很历史性，这个其实真的也很历史性。那我们讲下一届行动党还能够再赢42个席位吗？或者我们想行动党可能想60个席位，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天方夜谭了。所以这个问题啊，是华社要去考虑的问题。西马华社了，我就是说我不要讲太多了，我也不要评论太多，这样我得罪太多也不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自己考虑这个问题了，啊，要自己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外地到底几时要来？我们很多人都不一定是我们，不一定是我们的，不一定是我们，因为我们毕竟不想取代行动，我们也不是要跟他们对打。所以如果我们的老板也没有这样想法。其实如果你问我，我是想我们的老板留在沙巴，我们都想，我们沙巴人都想这样好的领袖，其实我们也不想他离开沙巴。这是很确实的事情，所以我只是讨论这个课题罢了，我也没有讲针对谁，我讨论这个课题。如果是说华社想要回去政治主流，这15-20个人行动党是进不到，因为今天42个席位也进不到，你怎么认为下一届能进呢？你想赢60个席位不确实，能不能够再赢回42个席位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去代表华社进去政治组才能做到这件事情，才能够真正的看到华人拿回这一个尊严和拿回他的权利的这一个效果，一定要是新的一个政党或者新的人物，不一定要是政党啦，可能是人物做这件事情啊，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华社自己要考虑的问题了。所以 YD， 我听你这样讲，好像你又有保留，会不会来西渡哦？所以民进党现在又要拉黑吗？我们会来，我们绝对会来。啊，我们会来。一直我们等很久的嘞。没有，因为他都一直在 MCO 嘛，然后过后又有换政府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不觉得还不是时候。而且我们现在如果过去那边，我们要搞一场，比如说啊，搞一个仪式，我们真的正式到了嘛？现在都不能做这种防线了，所以我们要怎样过去呢？啊，我们要讲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呢，如果你有注意一些 Facebook， 你会看到其实我们有完善慈兰翁啊，我们有完善苏邦啊，我们有完善马拉喀在派出次啊，派出中我们其实已经有在地上跑动了。啊，我们在不懂是科大还是哪里啊，我都忘记了，九号还是格兰丹啊哪里？我们有差不多整4000人加入我们在那边，那时候是达杜交战去接手，所以其实已经有这些动作，只是说我们没有大动作进去，我们已经开始在那边跑动了。我们有这些啊。动作华社非华裔的这些的活动我们没有搞烂，我们还没有做，我们没有去做这些事情，只是说我们会去的。我觉得我们的党主席他已经立志看到比较远，他想要为马来西亚带来更真正的改变，所以我看到他走向那边是几乎是肯定，除非出现一个情况那边完全不要我们，他支持到也不要我们的出现，也不要看到我们可以为马来西亚任何的改变，他完全拒绝我们在那边出现，啊，这样我们可能就跟他讲，这样可以咯，我们沙巴你也不要干涉我们，到时候我们支持你就是了。是，你也不要拿我们沙巴的位置，我们也不要去讨论了，这沙巴的位置给我们，你们去西马自己打，到时候我们支持你们，啊，这样可能会保持这个局面，那也要看他们的，我今天也讲不到，我也说不到准，也要看他们到时候的造化，所以我讲不到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讲，
会怎样，可是我们要过去的心愿是有，我们有过去的恒心也有，因为我们心相信人心里很相信我们能够为马来西亚带来不同的曙光跟不一样的情况，我认为这我们做得到。我们沙巴的这一个中庸的这个政治这个文化能够带去西马，影响西马的，我认为这个人我做得到。那 YB、我们也知道新闻最近民星党有跟现役塞沙迪了，塞沙迪的党现在还不能成立嘛、哦、有现役塞沙迪说你可以用我们的旗帜上阵，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契机要运用穆大的能量，或者是有没有可能跟穆大联盟合并，甚至更大的成果、哦、就是合并来一起攻打穆大。我觉得那个传说YB 塞沙迪要跟我们一起，这个已经我觉得已经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个没有公开的秘密了、嗯、我们甚至已经拿了酒店要去做那个 ceremony， 我们要做那个正式把瓦莱山去西马的这一个活动我们也已经搞了，可是过后突然间 MCO， 所以我们只可以把它延迟过这样子罢了、啊、这东西都已经确实是在发生中的这样子是，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可以快点成真啊 YB 真的哦。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哦，如果有机会，Shafi 会不会跟安华去竞争这个反对党领袖或者是在野党领袖？当然我们不要说首相了，首相太遥远了，你要得到政权才来谈首相，不要像某些人做梦都想当首相，一直说我是首相我是首相，那个是最废的。所以有没有想过反对党领袖offer 自己做这个职位，然后我们来引领反对党的走向？如果你问我了，我觉得马来讲 charisma 啦，讲他们的这个稳重性，讲他们的经验啊，除了安华，我真的还没有看到第二个人呢、啊、能够做这件事情、啊、我也觉得我们的党主席是绰有余来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他没这样的想法、嗯、我觉得他没有。我还没有他西马回来，我再跟他讨论看这位，我觉得他没有这样想，因为毕竟我们没有想要去马来西亚代替你们嘛，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去马来西亚然后主导马来西亚成为这一个人，只是说这一次是史事造英雄嘛。本来如果我们真的是认清的史事，跟住那风，那顺着那风里跑，我们可能真的能成事、啊、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子做、啊、所以是很遗憾的。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是想你们想不想，我们能不能做得到这样、啊、可是如果你讲我们想要过去代替他们，像我们一直都没有这个，从来都没有这个想法、啊、所以我们没有这样想这个问题。所以你叫我们去代替他们的什么的这一个反对党领袖，我觉得我们的党主席没有这个想法，可能我要跟他谈一下了，不过我认为他不会有这个想法，因为毕竟我们的人如果再跟我们开会，我们一定叫他留在沙巴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问我们，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要问回西盟的这些朋友，因为你们毕竟有这么多的 CV， 八十几个 CV 在那边，你们不是应该自己决定这个还是不是路吗？这个问题不应该丢给别人去帮你答，这个问题应该是你们自己要检讨，然后你们自己应该要答这个问题，对吧？要给选民有个交代，不是我们去左右的，也不是我们能够影响，而是你们自己在那个位置，你们应该去。就是像我们在沙巴，我们要讲座，我们也不会等你们告诉我们讲座，我们会自己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不过其实在西马，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决定什么是最好的呢？啊，这样罢了，对吗？是。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到这里了，到这里。然后现在我们开放大概十分钟，现在已经11:45了，还有7900位读友在线，谢谢大家，大家记得点赞、哎、分享、subscribe。非常多人哦 ，YB 也讲得很好，所以现在开放给大家问问题。我们大概十分钟的时间，12点前我们完结这场直播，不要到太迟。YB 也很累，很多天没有睡哦，看得出他很憔悴。所以现在开放大家问问题。好，睡不到觉，因为太遗憾了，所以这点是很痛苦啊，就睡不到觉，真的太是是是。当天我也是星期二，我知道 Shafi 那样公开说，我星期二有开一场直播嘛，我直接说 Shafi 这样子说是知道。我现在不说我们就一定输了，因为安华那里根本没有消息都没有、哦、结果、啊、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可以讲这个，你讲非常的对、啊、为什么呢？因为老板打给我告诉我可能我们真的这次做不到了，
本来是很有信心去做这件事情的，过后就打电话告诉我，这次我们可能真的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变成我就心灰意冷了。可是如果我觉得我们不是说怪我们没有讲一定要做到还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可以做到事情，我们没有 try 100% 去 try 放人民的利益为大前提，这是一个很错的事情。可是我们没有讲一定要没有了就很就讲很伤心的什么，我们不是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觉得答应了的东西要做到吧，你答应了的东西你要做到，而你答应的东西没有做到，而导致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去呈现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很遗憾。这样啊，这个在这边呢，因为刚才我都跟你讲了嘛，毕竟今天的 Mr. Sabi 做得稳吗？一样呢，我一定做得稳吗？一样呢。他的问题是什么？ I'm not 去得干他嘛。那么现在 Ismail 问题是什么？不是我杀都得干他了，没有分辨，没有分辨的话，那分辨是没有太大的分辨的，是一样的啊。所以就是出问题的时间是迟早的问题了。是，第一个问题哦，你看甘金串他问要怎么加入我人贴，其实 YB， 其实我认为晚上可以开始网上招党员，招我人贴来为你们造势，来让你们来吸毒了。所以你看已经有毒友在问要怎么加入瓦利山的我人贴，如果你们来吸毒的话。这个问题啊，我们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我们做行活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因为我们一定会做这个活动的。当然 MCO 比较loosen 的时候，这个 SOP 我们一定会做的，我们会整个马来西亚跑一圈的。我们一整个马来西亚去走，我们老板会走，我们会走华社的地方，我们一定会跑的。所以到时候我们去联络你们，我们就会公开的联络出去，这样子我们不是可以联系，然后能够想参与的就来参与，不就也就是来听，然后来明白我们的党的那个为马来西亚的奋斗，这样可能就可以分享出去，或者跟更多人分享，或去解释，这样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就做的就是很好，帮到很大的忙了，就已经很谢谢了。如果是更好的是可能可以参与政党，参与我们的政党帮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在看大家的问题啊，我该录是对的，是我们看这个Jam 问的问题，请问刚才 YB 蒋安华公开说有 number 是指几时的时候，是之前还是上个星期？上个星期啊，他跟我们讲啊，我那天昨天啊，应该是昨天前天，我跟大姐吃饭，他也是讲是啊，他们也是讲有啊，他们也是讲他的党主席告诉他们有七个号码，我们是在皇宫出来就听到这句话了，听到这宣布为止。是，我相信上个星期大家都看到很多谣言哦。其实星期二、星期三的时候，很多西盟的那些 machinery 啊，一直发消息说哦，安华是新一任首相，甚至连一个很著名的 YB 尼可敏都直接发一个说恭喜安华 PM9， 但是他发的图片是 Malaysia needs 安华哦。所以你看，就是很多这种假消息一直在这样子传出来。我相信你他们应该心里知道他们那个数字是什么，如果他没有那个数字他有什么好东西，他应该要知道你这个数字嘛，对不对？其实就是一个谣言而已啦，没有。那YB下一个问题，领袖做到这么大做到这么大的领袖，做到要继续执政做政府的人，那你可以因为谣言而去恭喜人的，他肯定有知道有这个数字他才会去恭喜，只是说他知道的数字不确实，是 based on trust，那他有没有被人家骗，还是他听错消息这样罢了吗？没有可能是说凭空想象105恭喜他了，我们需要了可以赢了，不可能的嘛，这有一定的 basis 的嘛，一定有一定的东西他才能够这样子讲的嘛。是只是我心里觉得很奇怪，如果我知道我没有，不是给别人试一下了，反正都没有嘛，为什么要顶住没有道具那边开出来105也是105开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为什么要这样子说？我明白啊，我明白。我真的这个我真的是这样，我这睡了几，这睡不到几，是不没有办法明白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来，我们下一个问题哦，禅歪这个也是很多人在谣传，为了东马一个整体，
瓦利山会不会去进军沙劳越啊？就是去攻打沙劳越的选区，先从沙劳越开始，再来西马。不会，暂时不会，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沙劳越没有这个问题啊。沙劳越他们有没有讲种族的问题？他们有没有讲沙劳越人很就是觉得大众沙劳越认为沙劳越政府做得不好，有没有这问题？没有啊，大众的沙劳越是认为沙劳越政府做得很好的，尤其是他们 PVV 党，我以前经过沙劳越去帮他们竞选，就是以前有去选举过了。他上一个周选，沙劳越人是不欢迎其他人去沙劳越的。我们沙巴也好了，你讲你西马跑去那边跑来跑去啊，演讲，他们其实是很反感的。啊，华社那个时候就觉得沙劳越的华社就认为，可能他们认为需要有反对声音，或者他们可能真的也相信了白毛是有罪的，可能吃了他们地什么。可是 PVV 哦，我讲 PVV 就是土他们的土团党，沙劳越的土团党，从土历包史党，开始土包总党，土著堡不知道他不重要了，什么党我不知道什么名。不过呢，他在沙劳越啊，从他们创党，沙劳越开始到今天呢，他们一个席位都没输过，一个席位都没有输过，他们是少数民族，在领导整个多半的一半民族。你拿到对。在领导多年的领导住，一半的民族有靠他们反面没有啊？他们沙劳越人当然还是讲他们沙劳越穷，那肯定啊。明天你加入 BM 也是讲自己穷嘛，因为你想加法拉利嘛。所以说，可是沙劳越人有如果比起来我们沙巴他们有没有穷？他远远好过我们多多生的，好过我们多多生那一个，他们的利益是都保障了。所以如果你讲在沙劳越的人有没有讲很多人讨厌他们？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沙劳越到今天，他们一讲话就讲沙劳越，他们都在帮沙劳越争取这东西。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做得不好，或者是没有做得很差了，跟没有做得很差。那么我还记得我一个沙劳越朋友的时候，我记得演讲，沙劳越朋友问我这一次的选举，问他们沙劳越选举行动党，他们的可能有点难。可是我们还是要有反对的声音，OK，这个明白了，一定要有反对的声音，明白了，也没有讲错的，要有反对的声音。可是你讲今天行动党下一届在沙劳越还能不能够引出这么多 CV，就是 PKR 啦。我看 PKR 可能如果没有 Barubian 呢，我看引不到 CV，可能引不到 CV。如果行动党可能会减少 CV，为什么呢？他们只要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哦。沙劳越的朋友，我都沙劳越朋友了嘛，跟我很好的，就算已经离开行动党的王庆伟，都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是，对行动党失望了，他也是讲失望了，他也说不要再搞了，他也没有讲跳去哪里，他就不再搞政治了，这样罢了，就算了吧，这样他是一个年轻有才华的一个好的领袖，他也觉得不要搞了，这样他的问题在华社的沙劳越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他讲以前你们上一个周选讲什么“白毛不倒啊，人民吃草啊”，这个就是你们的这一个口号，讲啊，哇，白毛吃到几厉害几贪污什么？当然，可能我也不可以讲，没有这样的事啦，因为不敢讲啦哦，就可能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啦啊，所以我们上台，我们就抓白毛啊，白毛要去坐牢啊什么啦，我们要还赔给上面什么什么啦讲得很夸张哦，他就讲。就是在 BN 的年代的拿去做出手段的时候啊，白毛被调查啊，我按 DB 还是什么忘记了，总之他被调查出有关贪污的事情，他被调查出，好像是 YMDB 的钱什么了，他被调查。可是啊，西蒙上台了啊，他反而没有事。白毛没有事，还封就过就做完 TYT，就他也没有事情，他被放出来哦，没有事嘛。就是正式的 release 他 from 这种，嫌疑跟 investigation，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很难解释的问题哦，真的很难解释。就是沙雷的朋友定问你，像你现在讲白毛没问题，像你们做政府，你们放好他，到底他有贪污没有贪污，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东西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们要大，因为你们当时话已经说出来了，东西没有做到，毕竟要给沙雷一个交代。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哦，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已故的网监发展是还在，拿督网监发展在。嗯，那时候我还是滨州首长，我记得还是滨州首长，就是林冠英的时候呢，也就是秘书长了。那时候在沙巴还是啥，我都不记得了。可是张建仁那时候也有在，应该是有在场的，我没记错了。他宣布讲，如果我们执政了啊，沙巴沙劳越一半的那个 revenue 给回我们沙巴沙劳越，我记得好像是大概是这样啦，大概是这样的东西了。甚至啊，我记得有一段时候啊，张建仁还走去沙劳越州议会讲，哎，沙劳越政府没有用了，跟注重国政没有用的了，拿到这样一点东西，在那边每天跟他讨吃。我们一上台，我们马上给回一半的那种 revenue 啊，现在那怎么办？啊，做好政府也是跟我们讲一样，没有钱了，也没有给我们什么东西，所以要怎么样答这个问题？啊，可是话已经讲出来了，那什么要讲答这个问题？所以其实这不是这么容易。我看到的就是说，你问我沙劳越，刚才我跟你讲嘛，沙劳越人没有做错，我认为沙劳越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是自私一点。他只想他自己的人，这个没错，这个没有错的，我认为，啊，毕竟我们他们都是想他们自己的人先嘛，所以其实这个没错。你们要拿得到他的票，你们要给他们他们认为可以，他们认为他们能接受的条件。那如果你们没有给他好的条件，还每天鸟到他已经不甘愿，对你已经有私仇了啊，这样你不能怪人家不选你，对吗？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不能只是指向嘛，少爷指他。所以你问我们会不会走进法院去打？我觉得没有这必要。沙劳越的人现在没有看到他们有很大的反对啊，他们还是赢出多数席位，还是大胜那一个我。除了那几个反对党的席位，从行动党的 PKR 基本上是大胜了。这么多你是大胜，为什么你认为我们有要去沙劳越的这个必要呢？西马不一样的，西马是太多的问题啊，太多的不满，各种各样的不满，各种各样的不公。然后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平台上也没有看到真正的希望了，所以才有我们去的时候。如果讲今天做得非常的好的话，有我们的存在的需要，没有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大概那个问题了，稍微那个问题了，你要讲得太远了。YD， 那下一个问我们最后两个问题哦，这个 SC 捞问的，既然你们没有想要去打沙劳越，现阶段还没有了哦，那有没有想过可以跟GPS 或者是沙劳越的执政党来一个合作联盟，就是婆罗洲联盟，来推动更大的影响力，结成一个成立？他们已经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已经在做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我要老实讲，只有我们的老板做得到。为什么？因为我们老板的关系跟他们很好。你看我们老板的孩子结婚了，阿公有来，戴马木有来， Brunei 的索丹有来，阿邦 Joe 也有来，可是不是坐在那种大 VIP 台，坐在圆台吧？他也来了，他也来我们老板的儿子的结婚，所以其实他们的关系是很好。如果你讲今天我们的老板的执着是什么呢？他认为他不能丢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谁呢？就是在 PH 的朋友了。那沙劳越要跟我们合作连成一个婆罗洲联盟的条件是什么？他不要行动党，我很得当讲，我很坦白讲，他直接给我们开门见山，我们不要行动党、啊、如果你们可以丢掉行动党，什么都可以谈、啊、如果你们要绑住行动党，我是看在你消费的份上还有话可以，我们还可以喝茶。如果不是，我看他门都开不开给你，你别开玩笑，真的、啊、所以、我是坦白讲，坦白讲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老板真的做出很大牺牲，我希望是很多人可以看得到了，希望看得到了。是，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哦 ，Expedo 九，他问国家政策上对非土族的不公在沙巴会很明显吗？那如果是有的话，那为什么只说是西马的问题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哦。有的有也是很小的问题哦，如果有也是很小的问题，也没有很大的问题。在我们的民进党执政底下，有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个种族不公的问题，或者不公平或者是不公道的问题？完全没有。这句话我敢讲，你可以问你华社的朋友或者任何一个土著在什么，你不要讲，你不要问政治家了，我们就问平民百姓、啊、就不要问政治家，因为政治家每个都有政治利益了，他们讲的东西都是有原因的，我们就不问政治家，你去问你身边真正的朋友。其实我们的瓦莱山政府执政的时候有没有不公的事情发生？没有。
没有，华社在沙巴活得最有尊严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沙巴人啊，在马来西亚活最有尊严就是我们民进党执政的26个月在沙巴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讲沙巴，阿吉吉已经做了差不多一年了，差不多一年了，有没有讲不公平对我们华社？有没有讲不公道的事情？也没有啊，有没有？没有啊。所以啊，这哪地哪地次第一次前我们没有看你什么种族哦，对吧？他不看种族了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可是不公平的问题不存在，可是西马不一样，西马现在有出现一个茶店可以放个牌讲我是马来茶店，只做马来人生意的。像你医师啦，他医师不讲我是做马来人生意，不他放我是穆斯林的那个这个来说，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茶店了。啊，他已经这种问题，种族极端的这种想法已经慢慢的 creep 进你们的 social life 了，在西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绝对不能够轻，就是讲轻看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呢，不，我们在沙巴如果发生不公平的事情，不是因为种族的关系，可是就是因不公平，他可以是不同的人，可以是任何人，可他不公平。可是在西马不一样，它发生不公平的话，有9、12样事情，有9样是因为种族的关系而发生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讲这个是西马半岛的华社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能解释的，到这里了。好，我们谢谢 YB 哦，回答的非常好哦。还有很多读友在问问题，但我们时间也迟了啦，现在12:03，直播不要太迟，不要像那天这样到一点哦，那天跟 YB 也是到一点的啊，所以也是讲下次我们一会再请 YB。 好， YB 给你总结一下啦，你跟我们的读友现在还有7400人在线哦，给你总结一下，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了。大家不要再问问题了，我们听 YB 最后的总结。首先谢谢你们啦，谢谢伟翔律师再次的邀请我来到这边分享，这样的分享一些我们的声音，这样也是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一直顾住啊，也是会生病嘛，不要开玩笑。就是我们一个平台啊，给我们把我们声音讲出来，可能那身体会比较舒服一点，那个人也会比较舒服。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线有刚才伟翔律师也讲了有7400人，在线我就是感谢你们，就是对我们开始关注我们沙巴，跟我们沙巴省讲的事情是有，就是讲有兴趣我们沙巴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心里是觉得很叫什么感激了。为什么呢？以前沙巴没人理了，沙巴想什么没人理，沙巴讲什么也没人理，沙巴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人要理，而今天已经开始有人要开始关注沙巴，跟明白沙巴的想法，跟明白沙巴想做什么。其实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了，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对我们来讲。所以再次谢谢你伟翔，谢谢你。也谢谢 YB 了，真的 YB 这么忙啊，有机会我们再来接受的。好了 ，YB 今晚就讲到这里，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喝两杯哈、哦。上次已经约了，等 MCO 过去过了，我们就喝两杯。我们可以在槟城的嘛，我们可以去槟城这里嘛。我也没有去过沙巴，有机会我也是要去啊。沙巴来沙巴肯定啊，你一定要来沙巴找我们啊，那个肯定是。好，那 YB 今晚就到这里哈，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我们谢谢 YB 王宏俊哦，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内幕，然后也很开诚布公的谈。其实 YB 在讲的时候，我都有在留言处有回大家的留言说，你们看 YB 真的是开诚布公 ，real talk。他有些讲的其实跟我们 expect 的不一样哦。像 YB 本身也说，其实从沙巴人的角度，可以说沙第一是做错，很多人认为他做错，但是他坚持，因为他有他的理念，他有他的原则、哦、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也得到很多东西，希望大家可以点赞我们这个直播，分享出去，然后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我们今晚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之前当然要谢谢我们赞助商 Baby Plus 音律胎教仪、哦、如果你有计划要孩子或者是正在怀孕，可以考虑我们的 Baby Plus， 可以促进孩子的生长、哦，促进神经的发展。这是一个美国专利品牌，许多明星都在用，大家可以去他的网站看一下。然后特别提醒，这个 Baby Plus
在马来西亚有很多仿冒的，有很多假冒的，有很多外国拿进来卖的哦，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尤其这个是给我们孩子用的哦，要特别的小心。就如果你有兴趣，这个仪器、这个产品，可以联络010-379-0007，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下面的 caption 点击链接发送信息。好，我们今晚的直播就到这里，大家晚安，谢谢每一位来看我们的读友。在离开之前，也呼吁读友们记得点赞我们的直播，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还有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看到这个内幕直播。好，大家晚安，祝大家今晚有个好梦。好，我们星期三还有另外一场翱翔会客室，但这一期是非政治的，会请一位著名的药剂师来跟大家分享疫苗，来跟大家分享清瘟胶囊哦，有市面上有很多神药，告诉你可以治新冠、治 COVID、治肺炎啊，我们就请这个专业著名的药剂师来跟大家分享疫苗的情况，跟这些所谓仙丹的情况，大家不要错过，星期三晚上10点我们再见，大家晚安。